虽然导师混战血雨腥风，但电视机前的您千万不要以为咱们的175导师天团会就此解散，各执一方。其实比赛之外的他们仍旧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我来沾沾喜气，带领这个啊喜高来啊，把这个数字写出来吗？83，就拿了我的月饼去做这个哈。我最怕过生日，因为我今天刚知道你生日，对吗？真的一点没准备，所以对，临时这个凑了一个啊。没准备，就是说这个本来应该更好。从8月29号霆锋生日那天开始，好声音的导师休息室就开始了礼物的海洋。瞧，快嘴华少也来做客了。哎，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礼物，这是我自己做的黑胶唱机。难道是每人一个吗？对，直升机啊，漂亮哦。这是我自己做的。没事，华少太大。哎，我是借花献佛，他没做。四位导师的头。好，谢谢，是不是在下头？看到我这，那应该互相尊重吧？我们俩是你的，就把它都放回去了。来，叔，谢谢四叔啊。即便私底下的关系再好，比赛还是得继续。四大战队相互厮杀，谁能获得率先出场发起挑战的机会？命运之神交到了四张神秘的扑克牌手中。这轮谁先摸牌也有奖。紧张是客户吗？我们先抽一轮，看谁先抽牌。我来了哈，来，好。陈老师，正摸牌就无所谓，这个就轻松一点，给大家轻松一点。好紧张，哎呀。好牌，好牌，好牌，好牌。1、2、3、4啊。我有点紧张啊，感觉晚上这种东西太没出息了，真是的。来，走吧，这个最有优势，可以算的。你前面你们打，不。不一定啊，我也可以打你啊。出场顺序敲定之后，留给导师和学员们的就只剩下刻苦的训练了。虽然在四位导师中，霆锋老师的年龄最小，但他对学员却是最严格的。你上场之前自己感受，如果太冒险就别赌那把。怎么他怪怪的？就是他没有一个整个圈呢？我加在下面。不是，没关系，你怎么加 ？OK。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习惯的问题，但是就没整个花没有转出来。再试这个。大家就会有点那个粘手的，对。因为他是右手，右手准就是准，你左手很尴尬，你试试看啊，打，对，你是左手硬了，对，很硬，左手藏起来，这样，对，这画面好很多，不然觉得很自然，对，很自然，左手很僵硬。明天上台之前，我们一定要确保在那个包里面一定多放，我也多放两双在这里。或者他那个罗伟老师鼓这儿有一个，还有个铜，可以在那备用一对儿。对，我掉了就赶紧上，应该不会有。好担心。而平时看起来萌萌哒的杰伦老师，认真起来也是相当有魅力的。你们两个是从后面这样走过来，我跟素涵从那边这样，一人一句走过来。好，来，好，
就这样。现场五秒，我跟你交换一下，我跟评审压力比较大。我们练 rap 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这样，走到这边，我们两个交换。那个东北虎，哦，我们就要面对这里。威虎哈士奇，哈士奇。然后我的天哪，你就走过来对霆锋老师。我的天哪，怎么那么脏啊？我的天哪，怎么那么脏？这几个人的武功都不普通，像是老祖宗武松辈。这种感觉，肯定好像是说我们自己，这几个人都不普通。我试一试一个东西。哎，是在哪干嘛？就要拍一个全身带到脚。可以啊，好，有，我会这样，好，我会这样跳。近点拉出来呢？不用近点拉出来，就是松的有一点。一向乐天派的哈林老师，面对这样残酷的赛制，也丝毫不敢大意，赶忙带着自己的哈士奇战队抓紧排练。不过，在这位音乐顽童的带领下，学员们的排练更多的是轻松快乐。你们那个听这场遍地杂音，就像共舞在一场雨里。你不用再分两句了，你们两个就可以一起了，手牵手跳起舞，好啊，好啊，好，我们再来。哎呦，说九点就九点啊，再一遍就可以，大家可以玩。啊，六点半，那是他说的，我可没答应。我也想六点半，我进来的时候不是六点吗？老师站什么 C 位？应该是 C 位。C 位那是位女团才有。女团有没有男的？女团。好想爱上你。好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至于东北冷笑话满天飞的李健老师，私底下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暖男。我给丹丹买了个礼物，从国外带回来一个曼涛灵，因为他说他会弹曼涛灵，但是呢，没有。这好特别啊！从日本刚给你带回来，很漂亮这个。不太一样。你会弹的是不是这个？曼陀林就是跟这个差不多，但是不是这个？这就是曼陀林啊。你说的那是薄的吧？啊，对啊，这个是。这是正宗曼陀林。你弹这两个特别像猪八戒那个。不过千万不要以为李健老师只偏爱但增一个，其实每位学员都得到了一份李健老师精心准备的备战礼物。把那个杯子给你们，我拿了三个水杯，你们别老喝这个凉水，凉水对不好啊。谢谢。这个白色杯子但增啊，谢谢老师。啊，粉色的啊 ，pink 啊。这里面都洗过了，都装好水，装好水了。来，谢谢老师，别客气。里面放了点沉香水，到你们喝。好，来了。怎么样？味道好极了吧？好好喝。各队精心备战之后，大战就此拉开序幕。14强学员只有7位能够顺利晋级，紧张的绝不只是参赛学员，就连身经百战的导师们都感到如坐针毡。老师的情歌永远都你们觉得有点听完有点压力，对不对？压力可大。哈林哥表现就是有点太好了，中音高音都所有人。怎么样？你们一会唱什么？啊，杰伦啊，你会唱什么？你这个名字都写在后面了。反正到时候应该还要再洗一下，不然看到了哈。恭喜张神二成为本周抖音最佳人气学员，并获得真声音展示机会和抖音宣传资源。想一睹你喜欢的学员的风采吗？赶紧上抖音为他点赞，为他赢得更多展示机会吧。摘下星星给你，摘下月亮给你，摘下彩虹。不要拍，不要拍！哎，真的不要拍了！哎，讨厌死了！你真的别拍了！
感谢收看《真声音》，欢迎登录独家网络视频平台爱奇艺，观看更多节目内容。微博搜索进入中国好声音话题页，加入你喜爱的导师战队，解锁导师神秘惊喜，更快获取导师学员新动态。感谢浙江卫视官网蓝天下、中国蓝 TV、新浪娱乐、网易娱乐、凤凰娱乐、搜狐娱乐、国际在线、天天 P 独家可信用客户端、西瓜视频、万达万达、63.0搜索搜狗输入法，了解更多节目信息。还可以登录腾讯信用客户端、网易信用客户端、象棋客户端、凤凰信用客户端、搜狐信用客户端。